接着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22度，有80%以上的降雨机会。而太武来意春日最低温11度，最高温20度。而三地门乌台马家最低温10度，最高温20度。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2度，在桃园最高温18度。嘉义的阿里山最低温2度，最高温15度。而南投的原乡地区最低温只有-2度，在仁爱最高温14度。台中的和平地区最低温2度，最高温15度。而苗栗的南庄师坛泰安最低温7度，最高温只有11度。而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2度，在尖石最高温也只有12度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温度落在5度到12度之间，而宜兰的原乡地区最低温5度，最高温17度。花莲的新城花莲市吉安温度落在14度到19度之间，而秀林万荣最低温8度，最高温19度。而寿丰丰滨最低温12度，最高温18度。而凤林、光复、瑞穗温度落在12度到18度之间，而卓溪、玉里、富里最低温2度，在卓溪最高温19度。台东的长滨、成功、东河温度落在14度到20度之间，而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最低温8度，最高温20度。而鹿野、台东市卑南温度落在12度到22度之间。而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最低温11度，最高温23度。而兰屿地区温度落在16度到24度之间。再看到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低温9度，最高温16度。